未来的生技产业投资契机在哪里呢？如果我们从防疫观念的这个主题上来看的话，我们把防疫转成投资，或是我们去把它所谓定义叫做防疫供应链好了，那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分为2-3个区块。第一个区块是指疫苗的部分，第二个区块是指制药的部分，第三个就是检测的部分。那如果从这三个部分来看的话，因为前阵子当然是疫苗先问世于市场，那也让我们的防疫政策都有所遵循嘛。那接下来当然对于药剂的部分也慢慢的会推陈出新，药物的出现其实是让整个防疫供应链更健全。那在更健全的同时呢，我们面对的却是病毒的不断的变形，也就是现在掌握了疫苗的商机，甚至于未来的商机，其实 NBI 也帮你准备好了全球人口的老化的问题。全世界全球65岁以上的人口占了15%，医疗的支出呢，却占了全球医疗支出的50%。那如果这65岁的人口越来越高的话，那似乎是不是这一块的所谓的医疗支出会越来越高？贡献在哪里？当然是贡献在生技医疗。所以在如果这个大趋势不变情况之下，在接下来我们应该都每5年、10年都会面临到不同的所谓的病毒的干扰的话，那这一块的领域的一些商机其实是会源源不绝的。全世界的生技产业2020年超过100亿美金的公司呢，我们看到资料是只有4家，第一家就是安进哦 AMGN， 它大概有250亿的营收。那第二家是吉利德哦 GID， 它大概有240亿。那第三名跟第四名分别是130亿左右，然后的所谓的百健，18年来第一款所谓阿兹海默症的药，好，它终于发行了。然后第四名是再生元。那这4家公司呢，其实就营收来看的话，它代表性就足够了。所以在整个投资理念上，如果我今天的投资组合，尤其要投资在生技产业这一块的话，这4档公司一定要买。如果你没有买的话，就会有可能像我投资台湾却不会去买鸿海，鸿海是台湾的市值的应该说营收第一大，却不会去买台积电的那种感觉。那我们从台湾的这些投资现有的 ETF 来看，投资于海外的生技的一个 ETF 来看的话，很有趣的是目前看起来只有 NBI 的这个 ETF 里面它有投资到安进。其实 ETF 本身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在于它有一年的有4次要去做调整，那有一次呢必须去做整个所谓的个股的一些汰换。那在这个逻辑里面，如果它今天的指数编制是用市值去做编制的话，那大家都知道说市值会随着股价上升或下降会影响到，那这时候这个指数呢的成分股的一些变化，或者说市值的增减，就会去反映这家公司它对于股价，或者是对于投资人对于他认为未来的一些商机的看法，就是反映在股价上面。那因为有这个机制呢，所以太弱留强的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功能特性就会存在。这也是投资指数或者是投资 ETF 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点。那也就是投资人在长线投资上，你就不用去担心说，我所投资的那个标的以后会不会有发生什么问题？可是自然而然，在指数的一个编制规则底下，它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在，所以投资人其实可以不用去担心的。